上了吗？因为这边的。哦，如果太小的话，我放大，对，页面说话，主要用投影片，对，说话哪个缺屏幕？缺屏幕会太，不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传一份到那边去。哦，好啊，你对，传一份到那边，对，这样子他们如果有需要可以看。传一份给他们那边看起来先看一下，没关系。你那个 YouTube 上线的，我知道，先问一下看到是谁。对，在中研院，还好镜头拉近，其实看得更清楚。对，它其实可以拉镜头。OK， 好。应该我问他，如果上 YouTube 的时候，我问一下对面看那边看的效果如何，是？开始了吗？开始了。好，我先。我来，只是在那里留言。你打电话给叶凯。你先。叶凯。我这边可能没有，因为那个他电话号码是私人我。先看了吗？我们现在想要看一下，你看得清楚吗？现在那个就是说，就是那个 file， 就是我们现在有荧幕上面。荧幕有点小哈，好，那就是先把一个档案传去给你们，好不好？就是把他的那个演讲稿的档案。OK， 好，谢谢，拜拜。然后我要上网看一下他的，你这是你的还是他们的？这是他们的。他们的，然后我看他们那个。他的档案是不是可以传到这个？可他问我本来找他成大的话，为什么是用你？你就先找昆比亚的好了，就把他的档案然后寄给他们，他们在成大的。
近吗？他不好拉近吗？还是什么？我，因为他这个是在那个。哎，可是已经拉到整个，因为我们已经拉到投影片了。OK， 了解整个镜头在哪里。在这里，我没有，我是说画面，对，就是这样，对，他们看到就是这样。OK， 好，那我只要说话就好了。这个电影，他就是看那个游戏线里面的那个，就是有微片里面，可以看到。不过你要不要测试一下声音？喂喂喂，没办法是因为这边网络有点慢，就是还是老师你给我那个内容，然后我直接用我的那个好中心的电脑是吗？啊，可是你档案有给他吗？有，在这里。哦，是就是就是一八二三。就是名称就这个东西，1823这个。对对对，对对对。你好，你上网可以找一下成大的王业凯教授，好，然后这个我只是找他最近的，可是他竟然是用昆达，好，那反正你也寄到这里，也寄到成大的那个，我就让你查一下。哦，好 ，OK， 你再拿回来给我。好 ，OK， 好，谢谢谢谢。我先过去看他们的声音效果，等一下先测试一下声音。第一次找这可能手忙脚乱。不然我趁开始之前先问一下大家，就是就是说多少是大学生？也蛮多的。对，我。哎，没有吗？都没有吗？举手吧。让我了解一下，所以我比较可以控制速度。对 ，OK， 那有多少人是修过测度论？对，就十遍，十分析。对，那 OK， 那还有，好，那我，那修过几何的呢 ？OK， 那我大概知道。你可能在中间，好，他底部可以看到，我在用他们看到看得到的，好像看到，看不到位置，然后他有点累，好，他有点累，你就在中间，现场就在看测试效果，对，先测试，喂喂喂，有听到吗？测试测试，对啊，我现在看他声音清不清楚，可以听到声音吗？现在才出现，他delay还蛮久的。对，所以声音清楚吗？我在问他，他不知道我在看。我好像听到我自己的声音。你要delay，delay好像还蛮久的。应该还好，其实我觉得还蛮清楚。OK， 好像还蛮清楚。对，有点delay。志伟在收看线上的啊。跟他声音听得怎么样？啊，没有，我是说，就是有在底下一个二三十秒。问他说声音听得清楚吗？你说谁？没有人听得很清楚的。对，我听起来。看，你自己看就好了。大家听起来都一样清楚。OK， 那就应该不会谁比较清楚。这样很重要的。先跟大家来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
那在蔡博士的介绍之后，等下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继续讨论。好，那谢老师他要讲的就包括这个简讯的历史啊，他所以他开头是 From Calculus of Variations to Geometric Major Theory。那我们欢迎一下谢老师。好，谢谢大家。那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学习这个几何测度论的一个历程。对，那我当初自己在学几何测度论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迷惘的。对，因为一开始读的时候，其实不晓得这个整个东西要做什么，还又读得非常的痛苦。对，还经过了很久的struggle 之后，才渐渐了解，就说啊，它这中间要做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今天呢，我想让大家减少这个痛苦的时间，那所以呢，我就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是一位向导，对。那我在这个让大家在这个学习的历程当中，让大家知道这个方向大概是怎么样子。OK， 那我基本上就是说从变分学开始介绍，后来再开始进到为什么我们需要几何测度论。OK， 那。变分学，事实上，变分学的发展事实上通跟微积分大概历史是差不多一样悠久。对，那微积分大家就从大概1684年牛顿跟莱布尼兹开始，那就开始讨论这个微分还有积分。那我想相信大家其实都非常的熟悉，所以那还有之后连接起来的微积分基本定理。那再来呢？假设我们有一个函数，我们要找它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嗯，我们微积分学过，就基本上就是你做微分嘛。微分等于零的地方，可能就最大的最早值。那这个基本上是，就是说从泰勒展开始，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你要是最大最小的话，基本上是，如果是最小的话，最大最小它 critical point 第一个等于零，还所以它只需要再看第二阶的东西。如果它第二阶的东西是，大于零的话 ，imply 它可能就是 local minima。那如果是小于零，它就 local maxima。OK， 这是对于函数的一个状况。那另外的话，刚刚是一个单变数，假设如果现在是一个多变数的一个函数的时候，我们有引进一个概念叫做方向导数，基本上就是说我沿这么一个方向，还有我要问那个方向它的斜率大概是多大，所以你写下来的话，基本上就是它的gradient 乘上它这个方向。OK， 那有各式各样的符号，你看不同书它有不同的符号。那假设如果是二阶微分的时候，它事实上对应的事实上就是。就是整个函数减掉它的一个线性逼近，所以它最后这个逼近基本上变成是一个，就是 quadratic form。OK， 那你把 K 二阶的这个泰勒展开式写下来的话，事实上也是类似的状况，就是第一个还在一阶、二阶，所以你要判断出它的极大极小值的时候，事实上只需要看待，利用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去判断出来。我相信这大家其实蛮熟悉的，所以我就不再叙述。那我们现在回到就是说。变分学，什么是变分学的问题呢？变分学的问题最早的一个变分学问题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最速线。什么是最速线？就是说我能不能设计一条曲线，从这个 A 点到这个 B 点，而使得就是说这个球从这边上面滑落下来的时候，它的时间是最短的。OK， 那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就是说这个问题呢，事实上是当初白努力提出来的，它事实上是 challenge 当初的整个数学界或是学术界。那这个很多当时的这个有名的数学家莱布尼兹、Hospital 还有牛顿还有就是本努力，他们全部都解过。那你得到的这舍路权事实上就是所谓的这个测地线，测地线事实上就是一个圆还绕着这个地板走，还画出这条线，反过来的话就所谓的测地线，不是测地线，就是所谓的最速线。OK， 那你把 formulate 这个算术的形式的话，事实上你要知道时间嘛，时间基本上就是你的走的这个距离除上你的速度，还把它积分起来。那你只要知道这个距离怎么 formulate， 跟你的速度怎么 formulate， 根据你的位置来 formulate 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事实上可以写成以下这个 functional， 因为你这个从上面掉下来的话，根据能量守恒，就是动能等于它的位能。所以呢，你的这个位速度呢，可以写成是它的就高度的一个函数。那 dS 呢，这个等于就是说 dx 平方加 dy 平方，事实上就是一加 dy dx， 这个 square root 整个对应的积分。所以呢，你把这个整个带进去之后，事实上就是变成是这个 functional。我们就是说想找一条曲线 y， 使得这个东西它的那个数值是最小的。
哦，可以拉长，还是有点远。如果需要用的话，对对，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大家，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变分学的问题，跟我们刚才微积分的问题非常的类似。微积分是给你一个函数，我们要找，从极大极小的话就找极大点或极小点，但是呢，这个是一个所谓的 functional 事实上作用在某种函数上面。还有我们要现在的问题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某一个类型的函数，使得这个带进去它的这个数值是最小的。事实上这种问题在我们日常生活常常见啊，就是说我们常常在问什么时候最有效率，什么时候最赚得最多钱或什么的，我们常常问题是说在什么状况底下我们可以有没有什么更最好的一个选择，基本上就是变分学的问题。 OK， 还有另外的类型的变分学问题，就是所谓的测地线。比如说你在地球上，你要从 A 点飞到 B 点，要问就是说你飞机要怎么飞其实是最短。你可以把这个整条这个地球把它投影下来之后，事实上变成这个平面的一个地图。我们以前学平面几何的时候都说哦直线是最短，但是在这个例子上面的时候，直线不是最短，因为你所面对的这个 object 它事实上是一个弯曲的，所以最短事实上是在这个地图上面看到是弯的，但是如果是在整个球面上看的话，制造是一个大圆的一部分。 OK， 那这个也是可以分类它的这个变分学的问题，就是说你把它用极坐标来表示， OK， 球面坐标来表示， OK， 那你事实上可以写下来，就是说你的这个走的速走的距离呢，事实上就是你这个走的这个速度，后来你所面对的这个经度纬度，找到合适的这个phi 跟 theta 带进去这个词的这个东西是最小的。OK， 那这很快可以证明说，这事实上大圆的某一个一段事实上是最小的。那我这个直接跳过去。那还有另外类型，就是说所谓极小曲面问题。那极小曲面的问题呢，事实上，就是说我现在给你一个适合的一个 boundary， 就是说我知道这个，那我是不是可以找到连接这个两个 boundary 上面它的最就是说它所展开的面积事实上是最小的。OK。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你要算这个表面积呢，如果学过这个向量微积分，你知道它的表面积事实上你用这个表现式的话，就是事实上是可以写成是一加 ux 平方加上 uy 平方的开根号对于 dx dy 积分，对于这下面这个 d 的地方做积分。所以我现在就要问，就是说我可以找到怎么样的一个曲面 u 带进去，使得这个东西是最小。那我现在讨论这个最小，事实上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 c1 的一个。C1 的一个 surface， OK。 那还有就是来自于物理方面的所谓这个肥皂泡泡问题。肥皂泡泡问题就是说，小时候我们大家玩过肥皂泡泡，你拿一些铁丝放进肥皂泡泡当中，就得到一个曲面。那大家在19世纪的时候，普拉透他就观察到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好像肥皂泡泡它所展开的曲面基本上好像就像是一个极小曲面。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你随便拿一个这个铁丝进去到肥皂泡泡里面，得到的这个拿出来所展现的泡泡这个曲面呢，是不是你可以确定它大概是什么形状？那是不是一定有这种曲面存在 ？OK， 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叫做 plateau problem。OK，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简单的话就是只是这种形状，但是如果你这个铁丝非常的弯的非常奇怪的形状的话，它可能展现的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形状。OK， 那这所谓的所对应的这些 minima surface 事实上有非常非常多类，比如说 catena、helical， 或是类似这个这样的形状的有种 periodic 的结构，或是说类似这样的这个曲面，或是 Riemann 的 example， 就是说一个一个接上去，或是所谓的Schwarz P surface， 就好像我们到那个游戏小朋友玩游戏的那种筒子啊，接在一起的曲面 ，OK， 或是说所谓Jarrod， 就是更复杂的这种奇奇怪怪的几何形状 ，OK， 所以我刚才介绍了很多这个极小曲面，就是说很多这个变分学的问题。那我现在呢，就是说要想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来表。介绍就是说，当初呢，当初人家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他们怎么去想这个问题 ？OK， 我们就用最简单一个例子，就是说，我现在呢，考虑的一个 function 是一个 dy/dx 的这个平方。OK，
y 呢是一个 c1 的函数 ，y 等于零的时候是零 ，y 等于一的时候是二。OK， 那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曲线呢？它事实上是连接这两点，但是使得这种这个积分是最小的。哦，当初他们怎么想？就说 OK， 好吧，我假设我已经知道某一个 y 它是最小的 ，OK， 那我随便找一个这个把它做一个小小的 perturbation， 那 perturbation 叫做这个 v 它是一个 continual differentiable function， 但是它接在两点的部分的时候都是零，所以换句话说，我这个y 加 t v 的时候，事实上只是把原本这个曲线稍微变动一点点 ，t 变一点点的时候，它就变一点点 ，OK， 对不对 ？OK， 所以呢，那所以这个东西整个东西事实上就变成我给一个固定的 v 的时候。那这整个东西就变成一个 t 的一个函数，只是一个单变量的一个函数。那我们知道，假设 y 是最小的话，那代表说 t 等于零的时候，事实上就是那个 t 的函数里面是最小的一个值，对不对？那这事实上变成一个单变量微积分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要求就是说，当 t 什么时候最小，我事实上是只需要对这个东西去对 t 微分，在 t 零那上面的取值，我会知道就是说这个对。t 为分在 t 取零的时候，这个东西假设如果 y 是极小的一条线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就必须要是等于零，因为它是一个 critical point。OK， 那我真的去算嘛，这个就这个微积分大家都会算，对 t 为分就 dy dx 加上 t dv dx 乘上 dv dx， 还 t 带零进去，所以就变成 dy dx 乘上 dv dx， 这个东西要等于零。那我刚刚是随便选一个 v 是 continual differentiable function， 那我对于任何的 v 这件事情都必须是要对的，所以我得到了一个关系是，就是说假设如果 y 它是一个最小的一个曲线，就是一个 minimizer 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必须要是对的。OK， 那这个东西要对我还看不太出来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做了一个 integration by part， 就说我把这微分拿到另外一边去，所以这变成是dy dx 乘上 v 零，可是因为这个一跟零的时候 v 是零，因为它在边界的时候 v 都是零。OK，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dy 的平dy dx 的二次阶微分乘上这 v 要等于，所以就变成这个东西要等于零。OK， 这是对任何这个连续就是continual differentiable function 都对的话，那就会保证说我这个东西它其实就必须要是零，我没有别的选择。OK， 那我再回来说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事实上跟我们当时一开始在介绍方向导数的时候东西是很类似的。我方向导数的时候是在多变数的微积分上面，我选了一个方向，还去做对那个方向去做微分。那我这个地方呢，事实上 v 我可以视为是那函数空间的某一个方向，还有我对应那个方向去做微分。OK， 那这种东西叫做一阶变分。OK， 那你会发觉这种东西 idea 它事实上会不断的出现。OK， 所以我一开始先讲，还我得到这个所对应的这个一阶变分得到的这个所对应的这个 equation 呢，我们叫做 Euler-Lagrange equation， 这个是在 Euler 跟 Lagrange 1766年所提出来的。这等下于是微积分里面的你满足 critical point 的那个等于零的那个关系式。 OK， 好，那再来呢，我刚只说了做了一次微分嘛，它等于零不代表说它一定极小值，我要判定它是极大极小值的时候，事实上我必须考虑它的二次微分，那这边叫做二阶变分，我就是把它再做一次微分，我可以发觉就是说微分出来的东西事实上是一个 dp dx 这个东西的平方，所以这个一定是大于假设你 v 不是零的话不是零的话，这会大于等于零，就大于零。 OK， 所以呢根据这样子我会知道说我找出来那东西一定只会是极小值满足那 critical point 的。 OK， 所以我 y 等于 2x 是刚刚那个东西的 solution， 它就会是它的 minimizer。 OK， 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东西是跟我们微积分就是一模一样，但是事实上在函数空间上面去做微积分。 OK， 那同样的道理呢，假设如果你遇到更复杂的 functional，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形式，那它所对应的你照刚才的
一样的状况去一样化葫芦，你事实上会得到它所对应的 Euler Lagrange equation， 就是这件事情。OK， 你们自己可以回去做作业。嗨，那这边我就不仔细算给大家看。OK， 那另外的话，假设如果是刚刚是就是 one dimension 的 example， 假设如果是 two dimension example， 你现在所面对的这个function 的是 u x 平方加 u y 平方。那我去做一阶变分所得到的 Euler Lagrange equation， 就是得到一个非常著名的 Laplace equation。OK， 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有时候你在学 PDE 所遇到的问题，事实上可以被 formulate 成一个变分学的一个问题。OK， 好，那另外的这个例子，假设如果这个跟一般的这个 LX， 这是。L 那是 x y， 还有 u 还有 u x u y 这样的一个函数的时候，你所对应的 Euler Lagrange equation 就是下面这件事情。那这个东西事实上也很容易可以直接看就看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所谓 integration by part 得到的。那这个东西是对于各个方向这个用圈 rule 可以得到，要对 y 微分，后来再对du dx 微分对 du y 微分，还在做 integration by part。OK， 那所以我们回到了就是说刚才的极小曲面问题。你极小曲面问题的时候所面对的这个 function 是1加 u x 平方加 u y 平方，所以所对应的 Euler Lagrange equation 就是这个东西，divergent 的 u x u y over 开根号1加 u x 平方加 u y 平方，而这个 equation 事实上就是 mean surface 的 equation。OK。那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你现在到极小曲面的时候，你所面对就是它的 mean surface 必须要等于零。OK， 所以我们刚才从微积分学到的 idea 就是说，我要判定一个函数它到底是极大极小，我就是求微分，还再来判定它的二阶导数，看它这个大于零小于零，确定它是 local minima 还是 maxima。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这个跟泰勒展开式得到这个是一致的。那在变分学的时候也是，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就是说一阶变分的时候，你得到了 Euler Lagrange equation， 那你要确定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不是极大值或极小值 ，local 的极大或极小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再要做二阶变分。OK， 好，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OK， 那这个变分学呢，它事实上是出现在很自然界很多的这个物理的定律或者什么，它的事实上都被 formulate 成变分学的形式。你可以想到这些也不意外。还有什么样的理论比找最大最小还更简单？所以很多物理，比如说光学，光到底是沿怎么样一个曲线走？在几何光学里面，它有一个Fermat principle， 就是说，光从 A 到 B 点，它一定是走，它的这个时间最短的一个距离。OK， 那你的反射定律、折射定律都可以被这个得到。那另外的话就是所谓的牛顿定律。牛顿定律的话，它事实上可以 formulate 成所谓的 principle of least action。The action 呢，它事实上就是动能减掉位能，就是说你在找一条物体会移动的一个轨道的话，它一定是从找到使得 action 是最小的，而这等价于牛顿定律。OK， 那还有就是热力学里面的 entropy， 就是说一个就是热力学系统，它到底最后会呈现一个什么形式存在，一定是找到它 entropy 大概是最大的，那这也是一个变分学问题。OK， 好，那我们在几何里面的话，有这锥柱线问题、测地线问题、minima surface 问题、plateau 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变分学问题到处都是。OK， 那所以我刚刚是介绍的，事实上是古典的这个变分学。那这古典变分学呢，它事实上 base 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一个理想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都先假设它的 minima 是存在的。OK。
假设它 minima 存在，但是呢，这件事情有点太理想化了，因为后来发现这件事情可能不对。OK， 那你这个不对的话，就是说你假设它理想化，就是说假设它存在，它再去找它的欧勒拉根据 equation 这条路就行不通，因为你不存，有可能不存在，你怎么可能去做它的一阶变分呢？所以呢，你要做这件整件事之前，事实上你必须证明它的 minimizer 是存在。OK， 那所以这个我刚刚讲这些方法，大概是20世纪之前，大家都照那条路走，但是后来发觉这条路其实有时候会走不通。OK， 所以呢，到了20世纪的时候，事实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家就开始想到其他的方法，那叫做直接法。OK， 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说大家在学高等微积分的时候，假设如果我现在给你一个连续函数，我要找极大或极小，里面有一个很有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什么定理或一个说法？我们微积分学的就是求微分嘛，但是微积分里面，高等微积分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它事实上就是跟我们对应要讲这个直接法是一模一样一致的。OK， 我待会再回来问大家。直接法是什么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假设如果我现在找像 minimize 这件这个曲面这个面积的话，我给的这个 boundary 长这个样子，我就是找一个 sequence of 这个 surface， 使得它这个越来越接近。假设 un 是一个 sequence of surface， 它这个越来越接近我这个 minima。OK， 我这个 surface 可能就是哎，我现在找一个就比较凸一点点的东西，那最后在这个在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呢，面积一开始是派加一，再来第二个是派加1/4，再派加1/16，再来可能是派加，2/n 的1次方，一系列这样找下去。所以从这个图来看的话，大家很直接想说，哎，好像假设我这样找的话，事实上它的收敛事实上就变成一个 disk 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好像。我假设如果知道这个 sequence 它是可能收敛到某一个东西的话，那个东西就是可能是 disk， 那可能就是我的 solution。好，这就是直接法，看起来好像一点好像什么都没有，好像非常的直观，的确它就是真的非常的直观。对，那直接法事实上就是说我找一个 sequence 接近它这个 minima， 还在问假设如果那个 sequence 它收敛的话，那收敛的那个东西可能就是我的 minimizer， 就是这样子。OK， 所以我把 minima 就是说那 idea 吧，直接把 idea 写下来，就是说我要找这个 minima， 所以我找到一个 sequence， 所谓的叫 minimizing sequence， 它就是带进 un 这个会等于它的 minima。后来呢，假设我有办法证明说明，就是说这个 un in some sense converge 到这个 b 零，那我又知道这个 un， 就是说一呢。到那个 b 零，它有某种连续性，就是说我 un 带进去，它就等于1的 b 零，那我就可以保证，我就可以，如果 b 零又是在我要找那个集合当中的话，就1 b 零等于 limit 的 1un， 而这个东西又等于它 minima， 那 b 零是不是就是它的 minimizer？ 如果好像没有做任何事情，我就得到我要的东西，我就证明它的存在性。那但是这边就必须要保证，就是说，我是可以找到一个 sequence， 它是收敛。再加上就是说我可以说明，就是说一这个 functional 在那样的一个收敛底下，它是某种程度是连续的。OK， 那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刚才不是讲说我找一个 sequence 吗？假设我找一个 sequence 是这个样子，也是越来越小。但是呢，我可以稍微让这个东西，我现在可以用这个，就是说你说的面积是越来越小，但是你这个长上去的东西是越拉越长，而且越来越窄。那我最后长到的东西，事实上就变成是好像是一个 disk 上面好长了一大堆头发。那这个东西它事实上也越来越接近我 disk 的这个面积。那可是我会说，
你最后一个 disk 上面长头发的东西是我的 minimal surface 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直接法虽然是非常的直观，但是它有一些 subtlety 我们必须要克服。OK， 就是说，因为你的确你看到，就是说它是长一个 disk 上面长头发，但是你所需要截取的是一个 disk 的那一部分，有一些很小很小的部分是你必须把它拿掉的，或者你必须把它当为是某种 equivalent class。OK， 那所以我们在就是说在建筑这整个理论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把这些东西就拿进来讨论。OK， 我附带一提的，就是说，假如这边有学过实变函数的同学，事实上我们在讨论这个 Lebesgue measurable function 的时候，事实上也是一个 equivalent class， 它是把 measure 自如的地方剔除掉。那事实上这边也是类似，我们要某种 equivalent class， 但是某种很小很小的 sample 是把它剔除掉，你把它当作是同一个东西。OK， 所以这直接把的整个 setting 呢，就是说我要找这个 minima， 还在某一个 admissible set 当中，我假设如果有两件事情是对的话，我直接把就 work 了。第一件事情是un in some sense converted 到 u 0，还有它这个有一个所谓的 lower semi-continuous， 就是说 EU0 它一定小于这个 limit inf 的 EUN。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一个这个某种 in some sense 这个 bounded sequence in A， 我一定可以找到 converged subsequence， 还是收敛到这个 U0。 假设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说 VN 这个东西它 minimizing sequence 等于这个 inf 的 EV， 这个东西它因为你这个是 bounded， 所以你可以保证说这个Vn in some sense 某一个 bounded， 那假设如果 converged subsequence Vnk 收敛到 V0， EV0 小于等于 limit inf 的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又等于它的 limit， 它这个等于它的这个 minima， 那所以 EV0 是小于等于这个 minima， 啊 V0 如果又是处于这个 A 当中的话，这个 EV0 就要等于这个 minima， 这就直接法。那所以整个东西要 work， 就是要回到说，我要能够保证就是说，我有某种连续性，还那个 sequence 有 compactness。OK， 我现在给大家一个奇怪的 example。我现在有一个 ux 平方减一的这个平方加 u 平方。OK， 那这个 u 它在边界两边 u 等于零或 u 等于一的时候，它都是零。那我要问它这个它的 minimizer 是什么？那我用刚才的直接法去操作。我第一个找的这个第一个找的这个曲线是上去一次再下来，第二条曲线是上去一次这样下来，所以我变成一个 zigzag 的一个曲线。你可以证明就是说，因为你每一个 zigzag 曲线这个东西它斜率是一，它是负一，所以第一项都是零，每一个它的第一项都全部都是零。那这 u 的平方呢，这个因为你 zigzag 曲线如果是越取越多的时候， u 平方这个积分起来都一定是越来越小。 OK， 所以你会知道就是说你这个东西EUN 会等于零，但是呢，那你 UN 事实上从这边直接看好像是收敛到零去，但是一带零进去的话，这就等于一，所以直接法不 work。OK， 所以这边有问题了，就是说你随便给你一个这个变分学问题，你不见得直接法都 work。OK， 那我附加一提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到两件事情，一个叫做 lower semi-continuous， 一个就是所谓的我一个 bounded sequence 它一个收敛的 subsequence， 也就是所谓的 compactness。 OK， 那这个东西其实对应微积分里面高等微积分里面，就是说我知道一个 continuous set 里面，如果是它一定把 compact 印到 compact， 也就是说它一定有一个极大极小，事实上也就在说这件事情。所以刚刚例子是哪个条件不满？刚刚那个例子事实上就是它的 lower semi-continuous 不满足，因为它 lower semi-continuous 要满足，事实上UX 这个东西事实上是需要有某种 convexity， 那这个例子它就不满足。那当然有人会想别的方法啦，你把这个它的这个考虑所谓的 generalized curve， 就所谓的 Young Major 这件事就可以对。那我们刚刚讲就是说你这个 function 的 lower semi-continuous 跟 compactness，如果你学过一点点 topology 的时候，你会知道就是说
你要一个函数它有某种 continuous 这个性质的时候，你基本上希望它的 open set 是越多越好，因为给你任何一个 open set， 你可以找某个 open set 在那个最小在那个里面。假如果你 open set 多的时候，你这件事情可能会是对的。那 compactness 呢，基本上希望你的 open set 越少越好。所以换句话说呢，你这个 lower semi-continuous 跟 compactness 中间有某种竞争。你希望你的 topology 有越强的话，你会有 lower semi-continuous。可是你需要 compactness 的时候，你又希望你的 topology 弱一点点。所以通常要直接把可以 work 的时候，要找到某种中间可以 balance 的 topology。OK， 好，那我们现在回来就说讨论一个实际的例子。那这个，我稍微停一下。好，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刚之前讲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古典的变分学处理方式，另外就是说为了改进古典的问题，所以我们用引进了一个直接法。好，那我现在要考虑变分学的问题是，我现在给你一个 functional 这个东西，那我想问就是说它这个 U 如果是处于这个 C1 函数 with compact support 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函数使得这个东西是最小的。那我根据刚才这 Euler Lagrange equation 算出来，我会知道说它所对应的 Euler Lagrange equation 事实上是一个 Poisson equation， 在边界上是等于零。OK， 但是我现在找一个 mini Bayesian sequence， 我只知道就是说这个东西带进去是 bounded，可能在现在这个 topology C1 零底下的时候，你可能不见得有一个 compressive sequence。OK， 你可能不会有 compressive sequence， 所以呢，我们这边就必须有一种 alternative 的方式，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某种更 weak 的 object， 而不是在这个 C1 零底下去讨论这件事情。OK， 那所以现在就问题是说，我们怎么去 construct 这个 weak object？那这个在1930年的时候就Sobler 引进的 Sobler Space， 那在1940多年的时候有引进的这 distribution 的这个定理，就理论。事实上这些东西都是比较 weak 的 object， 就是不是看起来好像就是包含了原本的东西，但是又比原本东西还更大，它 topology 可以更 weak。 OK， 那好，那我们现在先讲就是说我们怎么引进这个 object 的时候，我们先讨论一件事情 ：f 根据如果是 C1 的函数，那你根据就莱布尼兹入的时候，你就对这个偏微分，对这个微分的话，它等于有一个莱布尼兹 f prime 乘 g 加 f 乘 g prime。OK， 那假设如果现在这个 g 取的是一个 smooth function with compact support， 你这个乘进去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在边界的地方都等于零，所以你会得到 integration by part f at。v prime 等于这个是对 f prime 对 v， OK， 所以呢，那同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在 high dimension 上面做。事实上就是说，假设如果 v 是一个smooth function with compact support， 那 f 是一个 c1 函数，你也会得到下面这件事情。OK， 你可能要稍解一下 compact support， 因为有些觉得可能就会 PD。OK， 好，compact support 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随便给你一个函数。你就是说不是零的地方它只是一个 compact set， 它外面都是零，还中间有一部分它都是，我画一个图好了，就类似这样子，外面都是零，还不是零的部分都是就是 compact。 OK， 这就是smooth function with compact support。 smooth 的话就代表说你这个地方事实上都是零smooth， OK， 就是可以做无穷多次微分。 OK， 所以对于这个东西的话，我会发觉就是说对于任何可以微分的函数的话，我都有这件事情。所以呢就是有很聪明的人，他就想到好吧，我要定义一个比较 weak 的 object， 我就用刚才的东西想法去定义它，
假设现在就是就是说我 phi 呢multi index， 就是说我现在有 u 跟 phi 两个都 l1 的函数，所以 l1 函数就是说还是写一下好了。如果是 L1 函数的话，就说这个东西，在某种U bounded set 的时候，这个东西是 bound， 我就对这个积分，这个是 bounded， 就是 U 的话，这个是一个就是bounded 的东西的话，那我就把这个东西叫做U 如果 B 跟都满足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有一个multi index 的一个表示方式，那我说 B 呢，这个东西是Alpha C 的 weak partial derivative 的话，的意思就是说，我 U， 我刚才因为我原本是想对 U 来做微分，对不对？但是因为我 U 可能不见得可以微分，因为我只是一个可以积分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根据刚刚这个想法，就说好吧，我都不管它这个是什么东西，我都把它先丢到所谓这个 smooth functional compatible 上面去。假设如果我可以找到某一个函数，这个东西，找某个函数使得这个东西这件事情是对的，这就是所谓的 integration by part。OK， 是对的话，我就叫做 phi 呢是 u 的偏导函数。OK， 你先把这个第一当作是一次微分就好了。OK， 那这个里面事实上有一些东西是非常的 tricky， 就是说。你 U 可能不见得真的可以微分，但是你这件事情可能是对的。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原因就出现在这个积分当中，因为你积分的意思事实上是，你一个所有东西积分起来这个是对，所以假设如果你是不好的地方没有太多的时候，你可以保证你这件事情可能是对的。对，就是说你可能不可以微分的地方，或者说不好的地方，基本上 set 非常的小。在这个基本底下，这件事就可能是对 ，OK。但是原本那个 U 它可能不见得是可以微分的东西。哦。太方便的 compatible 后，它是不是叫的 compatible compatible omega？ 不然它 omega 方。哦，对，是，对，就是说 compatible 是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这个 compact set 它是要取在 omega 里面。你才保证说你在做 integration by part 的时候，你边界会被丢掉。对，谢谢你提醒。对，我不知道同学了解这件事情吗？就是说，我们之前在做这个地方的时候，这 compatible 在 omega 当中，你才有办法保证你这个边界的地方是可以被丢掉的。OK， 好，那所以这个 Sobolev 的 idea 就是说我 define 的一个那个集合，它事实上就是对，其实你打一个是没关系的。嗯哼，对，好，谢谢。对，那我现在是 Sobolev space 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 U 这个函数呢，它是本身属于 LP， 而且加上它的所有这个弱的这个偏微分呢，也都属于 LP。那 LP 的话，事实上就是说这个都是一个 P 的这个积分。那把那样说的函数说起来，我把它叫做 Sobolev， 就是叫做一个 Sobolev space。那我在那个 space 上面，我考虑它这个距离，就给它一个 norm， 就是说如果这个 p 如果是介于一到无穷大的时候，我给 norm 就这个东西。假如如果 p 等于无穷大，就这个东西。那我可以证明，就是说你这个 Sobolev space 上是一个 Banach space。OK， 那我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做我的分析的工作。而且你可以知道，就是说，因为我刚刚讲过，你这个 u 可能在classical sense 底下它不见得可以微分，但是它在 weak sense 底下肯定是可以微分的。那所以我现在就变成说，我现在要回到就是说，我想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刚才的这个 functional 在W12 底下 ，W12 事实上就是 smooth functional compact support， 在那个 W12 node 底下的 completion 底下这个 space 呢，它是不是有 solution？OK， 我这个 space 呢，事实上比原本的 space 还要大。OK。
那所以呢，我这更大的话，当然就可能会找到是，它的这个，就是说可能它就 minimizing sequence 就可以 work。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我现在用的 topology 比刚才的 weak。OK。那我现在来操作直接法，直接法就是说我随便给你一个 sequence w1 2，底下。那我这个 fuk 等于这个 inf 的这个件事情，那我可以证明呢，就是说这个 minimizing sequence 呢，它这个它的 solveless known 呢，它事实上是 bounded。OK， 所以这个它的在积分意义底下，就是说它的积它的函数本身是 L2 函数，它的微分呢 gradient 也是一个 L2 函数。OK， 那我现在要问，就是说我这样的一个 sequence 它是不是存在一个 converse subsequence？ 那大家可能就会联想到说，我们在高等微积分学到了一个定义，叫做阿扎拉斯科里，就是说我只要在一个 complex set 上面，如果我一个函数对于它自己是 bounded， 它的微分如果是 equicontinuous， 在 complex set 底下的话，我就会有收敛。可是那个是在一个比较强的这个微分定义底下，就是一个Uniform norm 底下来讨论这件事情。那我现在是对积分意义底下的话，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那很不见得在 classical sense 对，但是呢，这个我们现在要引进一个就是比较 weak 的一个 topology。那这个我稍微介绍，在泛函里面有一个定理，就是说叫做Banach-Anaglu定理。它是说呢，就是说我一个close uniball， 在 dual space 的 closed uniball， 它是 就是一个 non vector space 的 dual space， 那我一定保证就是说它 in weak star topology 它是收敛的。那假设如果这个non vector space 它是 separable 的话，那它一定就 sequentially compact。 OK， 那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大家有个线性代数吧，所谓的 dual space 的意思就是线性泛函，某一个 vector space 它的 dual space 就是那个 vector space 的线性泛函。那我现在这个呢 ，x 是某一个vector space， 它可能是无穷微，对。那它所谓的 dual space 呢，就是包含就是说它所有的连续的线性泛函把它收集起来。那我就说所谓的 weak star convergence 呢，就是说LK 是这个线性泛函里面一个 sequence， 它如果是 weak star 收敛的意思，就是说我带所有这个 V 进去的时候 ，LK 带 V 就等于 LV。OK， 那这个 V 就相当于是 test function。OK， 那举个例子，就是说 LP 它事实上是可以对等于是 LQ 的这个 dual space。OK。那假设如果 U 的是 Lebesgue measurable， 还是 U 是 LP 的时候，那我说 UK weakly converge 到 U0 的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对于所有 LQ 的东西带进去，我的 UKV 的积分的 K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它会等于 U0 趋近到 V， 而这边的 P 跟 Q 的关系是 1 over P 加上 1 over Q 等于 1。 OK， 那我就说 UK 到 V 这个东西UK 到 U0 这个是弱收敛。 OK，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 OK， 所以这个收敛就是比那个所谓的这个 strong converge 就是 known 的 converge 还要 weak。 我现在是用一个在它的这个test function 去测试它，那在那个情况底下说收敛，而不是说它的 known 真的是收敛。那所以根据把那阿拉古鲁定理的话，我就说我现在有一个 UK 在 LP 弄底下，如果是 bounded 的话，我就会存在一个 converge subsequence。我还是顶多叫 UK 好了，就是说我随便给 UK 这个如果是 bounded 在 LP 弄，它 P 是介于一到无穷大，那我一定可以找到 converge subsequence， 它是指的说这 UK 会收敛到 U0。OK。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所以这提供了某种 compactness。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是讲 LP 的 case， 但是我们要回到就是在 solveless space 的 case。假设如果说 solveless space UK 属于 W1P weakly converge 到 U0 的意思，就是说
UK weak 收敛到 U0， 而它的所对应的各阶微分呢，它也是收敛到弱收敛到 U0 的微分，在 ELP。OK， 就是说你对于微分来讲，每个都个别是收敛，弱收敛。那因为 W1P 它也是一个 norm space， 所以呢，假设如果它 UK 的这个 W1P norm 是 bound 的时候，我一样可以找到，就是说它的这个weakly convert subsequence， 使得说它这个 UK 是弱收敛到 U0 in W1P。OK， 所以就会有这两件事情。所以呢，那我们可以证明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这个 functional 呢，它事实上是一个 weak lower semi-continuous in W1 2的意思，就是说假设 UN 弱收敛到 U0 的话， FU0 一定小于等于 limit inf 的 FUN， 这是可以被证明的。 OK， 就是说假设如果我有一个弱收敛的一个 sequence， 那我这件事就会是对的。 OK，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两件事情，我现在有这个就是 weak lower semi continuous， 另外还有我刚刚之前讲过这个 weak compactness， 所以这两件事情合起来的话，我要 compactness， 我有 lower semi continuous， 所以我就可以证明说，假设如果 UK 是一个 minimizing sequence， 它所收敛到的那个 U 里呢，它就一定是 F 的 minimizer。 OK，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讲那个直接法的时候，感觉是非常的直观，但真的在问题在操作的时候，事实上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杀头，因为你要选择合适的 topology， 你要选择合适的一个 object， 不然的话有可能不会对。 OK， 那现在就说我那个 U0 它事实上是 W12 里面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事实上是希望说证明说那个U0 的那个东西，它事实上是比较好的一个函数，它是真的 in classical sense 它就是一个连续函数或什么。因为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地方 Laplace U 等于 f 这个东西，它事实上是我这边选取的是一个C1 的一个我这边f 是一个 smooth 的函数，对，一个 Poisson equation， 这个它的 Laplace U 等于这个一个连续的东西，所以你会希望就是说你刚才原本得到的那个 U 呢，它原本是一个 Sobolev space 的东西，它可是因为你知道 Laplace U 这个东西 F 非常的好，所以你会希望说 U 事实上比我们所知道的 Sobolev 函数还要更好。 OK， 那要做到这件事情事实上有赖于我们对一些不等式的一些了解。举例来讲，就是说所谓 Sobolev inequality， Sobolev inequality 就是说U 的如果是 W1P 里面的话，你可以保证说 U 它一定是 LP star， 而这 P star 是 1P star 等于 1P 减 1 over N， 假如果 P 是介于1到 N 中间的时候，所以你会知道说这个 P star 它会比这 P 还来得大，所以你会知道说原本它这个是 W1P， 它 U 本属 LP， 但是因为它有弱微分的存在，所以你可以保证说它 U 呢它的可积性会比原本的 P 还来得更好。OK， 这是 Sobolev inequality 跟你讲的事情。OK， 那另外的话，假设如果你这个 P 呢比 N 更大的时候，也就是说你这个 P 比你的这个 space dimension 还要大的时候，你可以事实上你可以保证就是说你 U 呢事实上是属于 holder 的函数。holder 函数就是说它本身是就是连续的，而且呢它的有某种微分的性质，但是不是真的微分，就是说它的 fx 减掉 fy 还 over x 减 y 的阿尔法次方，这个东西哦 ，sorry， 这个应该是写成伽马，因为我这边写伽马，这个东西呢，它事实上是被绑住，所以它有某种就是某种性质的类似的微分的东西，所以假设如果你 w1p 弄这个是绑的，所以它就属于这个东西的话，就代表说你事实上是。已经是某种类似的连续函数了。OK， 那一般的更 general Sobolev space， 你可以假设如果 k， 你可以微分更多次的时候，你会 one over q 等于 one over p 减掉 k over n，
你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你跟假设如果这个可以更多的时候，你事实上可以真的可以更微分更多次，它是属于更好的一个函数。那这个东西我就不想谈，但是我想跟大家讲这背后主要的一个精神。这精神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比较 weak 的一个 space 证明它的存在性，但是呢，我们希望它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函数，所以常常就我们必须去，就是说你在比较那个 weak 的 space， 我们要想办法去证明它是有，就是说更好的这个可积性，而这更好的可积性就会 imply 它更好的微分性。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如果它有更高的这个弱微分，就是说可以弱微分更多次的时候，它事实上它有更好的可积性。那所以就是说，你在证明 regularity 的时候，常常就会仰赖，就是说你要去利用这样的一个原则，你能不能办法去 improve 你原本的 space。 OK， 那这变成就是说，就是说这就是所谓的 regularity 的问题。所以我们这直接把事实上是把existence 跟 regularity 的问题分开，就是我在一个比较差的 space 证明它的存在，但是呢，我要必须回来去证明它的 regularity， 就是说它至少是好的函数。但通常这个 regularity 的这个结果呢，比你原本证明 existence 更为困难。OK， 好，那到 我现在就结束了刚才讲这个有关 Sobel space 的部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会不会太快？假设如果太快的话，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这样结束，或者说你们随时可以再问我，好不好？好。那我刚才介绍就是 Sobel space 是某种更 weak 的一个 object， 但是在1940年代的时候 ，Schwarz 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 distribution。它这 distribution 呢，它是什么东西？它事实上是当时啊，在物理里面常常用到所谓 delta function， 或者说我们里面有一种概念，就是说你在静电学当中给你一个所谓的电荷，或是一个平面的一个电板 ，OK， 那可能那种东西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数学 object 去描述那种东西。那事实上物理学家他们用了非常非常多了。那 Schwarz 在这边的攻击就是说，他引进了某种概念，事实上就是要去有一个数学的一个 object 去刻画类似所谓的 point charge， 或者说你的这个 charge 是分布在某一个平板上面，或甚至说在物理里面所谓的 dipole 都可以被这样的一个 object 所来描述。 OK， 那所以Schwarz 他用了一个名称叫做 distribution， 因为他是事实上讲的是一个 distribution of electrical charge。OK， 那这边的话先讲一个叫做所谓 test function， 这个 test function 是 all smooth function with compact support。OK， 那它所对应的它的 topology 呢 given by 这个东西，那我这边先不谈这件事情。那它的这个 the space of distribution 呢，事实上就是这个东西的所有的 continuous linear functional。OK， 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是做 test function， 它所对应的上面的这个线性泛函。OK， 我把它叫做 distribution。举个例子 ，delta function， 就是说 phi 是属于 test function， smooth function compact support。你在 delta x 进去的时候，它就是等于 phi x。OK。那这件事情事实上你可以把这个东西视为是我待会回来讲，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一般所谓的传统的函数，你可以把它当作 distribution。 假如这个函数是一个locally L1 的函数的时候，它所对应的 distribution 就是 phx fx， 你可以因为 phi 嘛，phi 这个可以看成是一个 phi 上面的一个线性泛函，给一个固定的 f， 后来这个你就带 phi 进去，你就很容易证明它是一个线性的。 OK，那另外的话，假设如果你是一个测度好了，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distribution， 事实上就是那个线性泛就是 test function 对于那你那样的 Borel measure 做积分。那我刚才讲这个 delta function， 事实上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point measure， 在 x 的那一点，因为你看，假设这个你这个是一个 point measure 的话，就是说只有在那一点
x 那一点 count 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就等于在 v x 的那个值是就这个东西？那你 point measure 的意思是相当于不是就很类似像一个电荷的意思？因为你只有算到那个地方有电荷，其他地方都是零。OK。那所以你这个 mu 假设这个 mu 的话，你可以想到就是说你现在有一个电荷的分布是 mu， 后来你带这个你的 test function 进去，你这个算出来这个总电荷，就是那个 test function 分布出来的一个总电荷。那我用一个 distribution 这个 object， 我想上面定一个微分，那这微分事实上就用刚才讲的这个 integration by part。假设因为这个地方假如果都好的函数的时候，我就有刚才 integration by part 类似这样的一个形式，就 d 对于这样的一个 distribution， 它上面的偏微分就等于你移到另外一边 test function。上面偏微分，还有这前面有一个负一，因为你每做一次 integration by part 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个负一跑出来。那我这个东西就把它定义成是 distribution 的微分 ，OK， 一个很抽象的一个定义。但是对于是假设 b 如果它所对应是一个好的函数所得到的话，这件事情都是 OK 对的。那事实上，可是对于一般来讲，就是 b 假设如果不是一个好函数对应的时候，这也是可以做这个定义。OK。那我刚刚讲，或者说，假如 f 是一个CK 函数，那你会得到就是说 d alpha b 的话，就会等于是反过来就是d alpha 这 f 的这个微分。OK， 所以我这个地方我就定义了一个在 distribution 上面的微分。好，举个例子。一个比较糟糕的一个函数，就是所谓的 Heaviside function。那函数就是说，如果是 x 大于零的时候是一 ，x 小于零的时候是零。那这个东西呢，我们会发觉就是说，这个地方在零的地方是不可以微分的，它在不是零的地方是都可以微分，对不对？那所以显然这件事情就是说 ，in classical sense 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全部都可以微分的？那我想问，就是说它所对应的 distribution。的微分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就来它的所对应的 distribution 就是hx 乘上这个 v， 还事实上因为 h 呢在小于零的地方都是零，所以事实上就从零到无穷大对于 v 的这个东西的积分。那因为这个 v 是 with smooth function with compact support， 所以这个东西是有定义的。OK， 那这个是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我对于这个东西做微分的时候，照定义。我是把拿到 test function 上面去做微分，外面加一个负号。那因为这个东西呢 ，h 呢，小于零的都是零，所以从零到无穷大去。那根据微积分基本定理的时候，我就等于负的负正无穷大减掉 v 零，因为这个 v 有 compact support， 所以在无穷大的地方等于零，所以这东西就只等于 v 零。那根据我刚 delta function 定义，这事实上就是在零那个地方取 delta function。所以事实上你会发觉就是说你这 Heaviside function 的微分事实上就 delta function， 而这个东西在 classical sense 是不对，但在这地方我们可以这么做。 OK， 那你得到一个更 general 的一个微分的一个定义。好，那我现在解释就是说我刚刚讲那个 point charge 的意思。那我们知道在 Poisson equation 事实上就是要就是说我给你一个这个 electrical，我给你一个 charge distribution， 我想找到它所对应的 electrical potential。那因为你的这个 E 如果是它的这个电场的时候，就是它 divergence 就等于是你的这个 charge distribution， 这个是所谓的高斯定律。OK， 那你它的这个 potential 呢，事实上就是抵抗作用所得到的，事实上就是minus gradient 的 v， 所以你会得到就是说 minus Laplacian v 等于这个 rho。OK， 那假设如果 rho 呢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是 delta function 的时候，我们知道所对应的这个 v 呢，它是所谓的1/4πx 这个东西，它的 potential 是这件事情。那这个东西事实上就是你的这个 potential， 这所对应的事实上就是库仑定律。我们库仑定律给你一个这个 point charge 的时候，你所对应所受到的 potential 是 1/x， 那它所受到的这个力呢就是。库仑 1/x 的平方这样的一个形式。 OK， 所以我就说delta function 引进来事实上是可以让我们
讲这个，就是让这个 charge distribution 这个你引不光是 smooth 的时候，假如它是有一些 point charge 或 surface charge 或是 dipole，你都可以拿进来，就是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数学 object 来说这件事情。OK， 那再跳过去，那这个也先跳过去好了。OK， 那所以我刚才就介绍，就说这个 Sobler space 跟那个就是 distribution， 就是我们在为了解决这个 scalar case 这个变分学问题，引进了比较 weak 的 object。OK， 那我这边停下来，几秒钟让大家想一下。那我等一下就要开始讲这几个测度论。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所以一分钟大家休息一下，因为我刚才讲了很多东西。是我刚讲太简单，大家都没什么问题，还是太快了。没有完全懂没关系，但是我只希望大家离开的时候可以带走几种重要的观念，就是说 classical 我们从 first variation second variation 还有 Euler Lagrange equation 的方法，另外就是说所谓的直接法我们需要 lower semi continual 跟compactness。那因为要让这件事情对的时候，我们需要引进比较 weak 的 object。OK， 这我希望大家离开的时候可以带走这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这连接到几何测度论为什么是这样的呈现的一个方式。OK， 这个没有问题，我就继续喽。好，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讲几何测度论之前，我还是，刚才我的故事事实上大概讲到大概二十世纪的前面一点点。那二十世纪到1950、1970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这边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几何测度论在学一开始，如果你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抽象。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它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 ？OK， 那我跟大家讲，那些东西其实不是一日所造成的，它是中间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非常非常的知识，非常多的知识累积之后变成是那样的一个形式。OK， 那我这边跟大家大概讲一下，就是说中间发生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故事。那几何测度论，你可以看到这名字不外乎就是有几何嘛，有测度嘛，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介于分析跟几何中间的一个东西。它是有一个分析的方法去讲一个几何的一个问题。OK， 那它是什么时候快速发展的？是1960到1969。OK， 那为什么是1960到1969？因为那个时候。Fedler 跟 Fleming 他提出了一篇文章叫做 Normal and Integral Current， 在1960的时候，那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这个 Brown University。 OK， 那事实上在这些发生之前，事实上前面也发生很多事情啊。那但是这个地方是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就是总和之前前人的努力还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东西。OK， 那在从1960之前呢，大概有几个因素影响到就几何测度论的发展。第一个就是说，我就是有关集合论，就是说，如果我一个集合，它有一个 finite Hausdorff measure， 那它 structure 大概是怎么样子？所谓的 Hausdorff measure 呢，大家可以想象，我之后会仔细讲，就 Hausdorff measure 事实上你可以想成是。类似某种低维度的一种集合，就是说 ，major 是什么 ？major 事实上就是你要量类似面积啊、体积啊一种度量。
你一个 set 带进去，你会得到一个量。就比如说你要量这块东西的面积，你就把这块东西大小带进去，带到量那个平面的这个大小的一个测度，可以得到就是说它的所对应的面积。那对应体积的话，你可能是带某个集合带进量度体积的那种测度，你得到某种它的体积。OK，whole store 它是某种测度。OK， 那我就说，如果那个测度如果是 finite 的时候，它所对应的 set 有什么样一个 structure？ OK， 那另外就是Gauss Green 定理，就是所谓 divergent 定理。还有另外，刚刚我讲到 plateau problem， 再来就是说surface area 的理论，就是说我在高维度的时候，就说比如说二维的时候，在三维当中的一个二维的一个曲面，我怎么给它定一个合理的一个面积的一个定义？还有就是 Durand 的这 current 的理论，还有这个Young 呢，就是他当时事实上就说我们以前学的这个 surface 事实上是一个 mapping 的一个概念。那 Young 呢，他事实上想讲提出一个 generalized surface， 就是说比一般这个 surface 概念更广义的一个 surface。还有这个 Whitney 的 geometric integration theory。OK， 所以有这些事情，那我分别很快速跟大家讲一下。那这个 Hausdorff measure 呢，它事实上是就是说在所有描述，就是说你的 k dimensional measure 当中，这个最常被用到的。那其中呢有一个概念叫做 k ratifiable， 它是 k ratifiable 的意思，就是说你事实上你这个 set 呢扣除掉很小很小的这个 Hausdorff measure 的部分，它事实上就已经接近是你这个就是它是一个 Lipschitz function 的一个 image。Lipschitz function 事实上就是你某种程度类似可以微分的一个函数。OK， 哦，这边对。那这个在 Beskovich 他事实上在很早就证明了说，如果是 k 等于 1，n 等于2的时候，你的 Hausdorff H1 的 measure 如果是 finite， 它一定是可以分解成两部分，一个是 one rectifiable 的部分。另外一个叫做 purely one unrectifiable， 就 one rectifiable 就是刚刚这一部分 ，unrectifiable 就是说它任何的子集合都不可能是 rectifiable。OK， 那 Baedeler 它 generate 到 arbitrary 的 dimension。那另外是高斯 Green 定理的，就是说假设如果你有个factor field， 对，它的 divergent 取的时候，如果它就会等于是。我这个地方 ，sorry， 这个取错，这个一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它的边界 ，OK， 对，那这个是在 classical 的这个 divergent 定理，那 Baedeler 跟 De George 呢，他就 generalize 这个定理到更大的这个一，而不是只是这个好的这个 smooth 的这个 domain， 对，还有另外就 plateau problem， 就我刚刚讲到的肥皂泡，把水那个，把你的铁丝放进去。还有你得到的问题，那这个在1930年代的时候就被 Douglas 跟 Radu 他去解决了这个问题，说证明说他有 solution。不过他们解决的方式是考虑在 Dix 上面的所有的这个 mapping， 你可以找到最小的。而他把它就是任何的一个 domain， 他用 conformal 的 representation 转成就是 Dirichlet integral， 证明这 Dirichlet integral 它存在 minimizer。OK。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surface area， 就是说LaBeg 当初定义这个 surface area 怎么定义，他是想说 OK， 我现在在三维当中有某些曲面，我用它的这个 polyhedral 就是多面体去逼近它，那多面体这个表面积呢我可以算，还那个逼近的那个 lowest MI 的 limit 呢，我把它定义成是 ALF。 OK， 但是呢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你会发觉就是说你可以找到某些形状，它的这个，它的 ALF 就刚才这个 LaBeg 的 error 定义出来是 finite， 但是呢，它是有体积的。OK， 这跟我们印象中不一样，就是说，你知道，就是说，假设如果你 surface area 如果是有的话，它显然是不应该有体积才对。所以，但是照 LaBeg 这个定义方式变成是有，对。那所以就变成说，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去合理的定义这个，怎么样去定义这个体积面积？对，这我先跳过去。那再来呢？还有就是current 的这个引进。这个一开始是1951年的时候，Schwarz 提出这个 distribution。刚才介绍过什么是 distribution， 就是
smooth function compact port dual， 就是 distribution。 那 the run 呢，它当初为了要解决 algebra topology 跟 differential geometry 的问题，引进的一种东西叫做 current。 那 current 是什么呢？它是continuous linear functional on the smooth differential form。 OK， 刚才这个地方是 smooth function with compact support dual， 那 current 呢，事实上是 smooth differential form with compact support dual。他当初引进这个东西是为了解决就 algebra topology 跟 differential geometry 的问题，但是后来会发觉就是说这个东西 Federer 跟 Fleming 他发觉就是说这个东西事实上是变成是研究几何测度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object。 OK， 那还有就是Young 他当时提出所谓的 generalized surface， 因为这 Young 呢他事实上是 Fleming 的老师，对，那他当时呢，为了要解决就是，变分学的问题，还有 ultimate control 的问题，比如说它有些 not convex integrand， 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有某种变分学问题，它没有 minimizer， 那它引进了某种广义的，曲线，那广义的曲线呢，它就说你那个东西，它就说你原本是收敛到某一个东西，但是你容许说它的微分事实上是一个 major， 这是所谓的 Young major。对，还这样引进了某种更广义的 surface， 那个curve， 还把这个观念在 generalized style， 就是说所谓的 generalized surface。那还有 Whitney 的 geometric integration theory， 他当时就想一个问题说，假设如果我要定义一个积分在这个高维上面的某种子流形上面定义积分的话，怎么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定义方式？他的定义方式就是说我讨论说的就说的 polyhedral chain 上面的 dual。 OK， 对，那这个概念跟那个 Durand 的 current 很不一样，因为那个 current 的话，它是先给你这个 smooth function compact support 考虑它的 dual， 那这边是反过来，你给你这个 domain 就是 polyhedral 这个 chain 还考虑它的 dual。 OK， 那但是这中间有些类似的东西。OK， 所以在这个中间发展，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时大家为了定义这些面积啊，或者说怎么样定义在高维上面的积分啊，事实上下了非常非常多的功夫。所以有几件事情，就是说我 set 的结构，大概可以分成Rettebel 跟 Rettebel set， 如果在 Hostel 的major 底下。另外的话，就是说他们引进就是说某种 dual 的概念去讨论事情。OK， 那所以呢，有了这些的前人的努力底下，最后才开始有了这几何测度论。OK， 那几何测度论的话，我们先简单介绍，就是说，因为我要讨论，就是说，某种测度，对，所以就是里面讨论的测度通常都是 Radon major， 所以 Radon major 就是说，它的 mu 呢，它是 Borel regular， 而且如果 mu 呢，它是 finite on compact set 上面 ，OK， 也就是说，你 mu 呢，事实上可以被你的这个Borel 任何这个 A 这个 subset， 你可以被你的这个 open set 逼近，或者说你可以用你的这个compact set 去逼近它。OK， 我这边先，大家如果没有很快的跳过去，假如有问题之后再问我，还你就把记住这个是一个好的一种 major， 可以我来讨论事情。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讨论很多都是 dual 的东西，所以我这 dual 的东西是不是有一个好的一个表现？假设如果我这个是H 是一个 finite dimension 的 Hilbert space， 那假设如果是从 X 印到这个是 K 呢，是所有的这 continuous functional 从 K X 印到 H， OK， 那假设 L 呢，它是一个 linear functional 在这样的这个这样的 continuous function 上面的时候，那假设如果下面这件事情是对的，就是说这 LF， 那如果 F 这个norm 呢是小于一，它到这个 soup 这个东西的话是小于无穷大的时候，我可以保证就是说 LF 呢它可以写成某种积分的形式，因为你存在某种 Radon major， 所以说 LF 等于这个积 F in the product 这个 nu 的话是一种就是方向，那等于 dμ， OK，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
就是我们在讨论 due 的时候 functional。 好，那我们常常讨论这个 major 就用 hostile major。 hostile major 的话事实上是怎么定义的？Hostile major 定义的方式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 A 这个 set， 我量度它的这个 major， 我找所有包括 A 的这个 union 当中，或它的 diameter 是小于 delta 的东西，找这个东西它是 cover 住它这个最小的，或再让这个 delta 趋近到零，还是我定出了一个 major。 OK， 那这个东西这个这样定出来的东西，你会发觉就是说，假设如果 n 就是你这个M 是等于 N 的时候，事实上就是我们所谓的 Lebesgue major， 而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OK， 那还有 Lebesgue function， 我刚刚讲过 Lebesgue function， 事实上就是 f(x) 减到 f(y)， 它的绝对值小于某一个，一定存在某一个 constant， 使得说这个东西小于 L， 还 dxy， 就是说你事实上你这个函数的变化是可以被你的这个距离所控制。OK， 好，还有 Jacobian， 因为假设如果 f 是一个 Lebesgue 函数的时候，它的 gradient matrix 事实上就写成这个样子。OK， 我想除了高等微积分大家都会知道，它所对应的 Jacobian 呢，假设如果这 Rn 应到 Rm， 如果这 n 小于等于 m 的时候，我的 Jacobian 定义成是这个东西，就是 df， 还有它乘上这个它的这个 adjoint transform， 这就是它的相当于这个东西的 transpose 啦，再取它的 determiner。那这个有点就类似是，你 first binomial form 得到的东西。 OK， 那另外的话，假设如果是 n 大于等于 m 的时候，我的 Jacobian 定义成是先是你这个 adjoint transform 再来作用在这 df。 OK， 那这个东西的几何意思有点不一样，这个东西有点是算你现在是从低维应到高维，你这是应过去的这个你的面积的变化率。那这个东西呢，事实上是有点是你是高维应到低维，所以你是从事实上这个东西算出来是从你从应过去的东西拉回来的时候，这因为你高维应到低维，所以你这类似你有一个类似 projection 的一个动作，所以你这算拉回来说，你拉回来这个 projection 那个切面积，你就到底有面积大概有多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会发觉就是说，这后来会对应所谓的 error formula 跟 co-error formula。OK， 所以 error formula 是什么？就是说这 n 应到 m 这个是比较小的应到大的，所以我要算它的面积，就是说你这小的应到大的时候，我要算应过去的东西的面积的时候，因为你这个 f 它可能不一定是 one one， 它可能是有你应过去的东西可能它有重复折叠起来，所以你这边应过去的地方事实上你可能要 counting 说你到底应了多少次。 OK， 还有你这个 Jacobian 这件这个东西，你在原本那个 space 做积分的时候，事实上就等于这应过去，你虽然它的 hostile major， 虽然还有对于说它折叠多少次的那个东西做积分，这两个是相等的，这就是 error formula。 OK， 好， error formula 是什么东西？好， error formula 你应过去是这个东西，嘿，你看这个东西是应过来到这边，还这个地方是可能这条线可能是移到这边的某一点。 OK， 那 HN 减 M 的话事实上是在算就是你那边那块的那个就是 level set 的这个 level set 的这个大小，后来再对于这个做积分。 OK， 所以是有点类似你要算拉回来这边的这个它的体积大概是多大。是什么 HM 哦，对，这个是 M， sorry， 对对，这个是 M。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N 减掉 M 还是 M 的话，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是 HN， 就是你在算那个 HN 的这个就是算这个 set 里面拉回来这个地方这个东西的大小。好，这个地方 Cocos on surface。 好，我就直接讲结果就好了。我这个地方要讲的就是说，假设如果现在有一个 factor field 越过某一个高维的一个曲面，那你在那个曲面上面它有没有类似所谓 divergent 定理？那这个 divergent 定理的话
这边直接跳过去，就是这件事情。OK， 就是说你 X 呢，它事实上你会它的 divergence X 这件东西，假设如果 X 是一个 vector field 在这个二维一个 surface 上面，但 X 是一个三维的一个量，那你可以把 X 分解成是 normal 方向跟它的 tangent 方向，你会发觉它的这个在 tangent 方向的就是一般的这个得到的这个 divergence 定理，但是在 normal 方向呢，因为你就会得到一个跟 mean curvature 有关的一个量。 OK， 那事实上如果你看流体力学的时候，你可以想象 X 就是水流啦，那如果水流在你的 surface 上面流动跟它越过这个 normal 方向的东西，那因为你 normal 方向的时候这个东西你越出去的这个地方跟这个东西外面这一圈跟这一圈的东西，它面积可能会越来越大，所以你会那个到那个面积变化量的大小跟这个 mean curvature 有关系。 OK，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几何的一个图形。那还有这是他们所对应的这个green identity。 那这个东西我为什么提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们这边如果是对于这个，我随便给你一个 surface， 那假设如果我要对它做变分的时候，事实上我就需要某种去改变它，就是稍微移动一下，后来再用那个 error formula 去算，我可以算出它的 first variation 就整个东西。因为我们假设如果算 minimal surface 的时候，事实上你就必须 MT 的这个 HM major 你想要去稍微动一下嘛，那你事实上就是给它一个 factor field 动一下，还就是会得到这个，它的二阶变分会算出这个东西。那怎么算出来的话，你就再去看看书。 OK， 那这地方我就不想谈这件事，但是你可以知道说这就是比较求它的 Euler Lagrange equation。那还有就是rectifiable， 就是说它事实上就是说，假设如果你现在是一个A 如果是有 finite major， host of major 是 finite 的时候，你一定可以分解成两部分，一个是rectifiable 的部分跟 purely rectifiable 的部分。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讨论一个set 的时候，事实上你可以分解成因为 rectifiable 部分是我关心的，那 rectifiable 部分就有点类似我刚刚在做那个 surface 的minimizing sequence 的时候长出一大堆头发，这些头发那些都是我不要的，那我真的关心是那个 rectifiable 的部分。 OK， 那还有所谓的 variable 的话，就是第一个在几何测度论你会看到一个 object， 它这个 object 呢是事实上是一个 pair， 它事实上什么 pair 呢，就是说你给你一个这个n rectifiable set， 那在这个 set 上面呢每一点都给它一个 multiplicity。你怎么想这件事情呢？你可以想象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是一种可能电荷分布，它在某种几何的一个 object 上面。但是你这个在 object 上面，因为你的电荷可能不一定都一样，那有时候大，有的时候小。那你 theta 呢？有时候如果假设如果是都是整数的时候，我们叫做integer multiplicity rectifiable and variable。OK。OK， 那这个东西我刚刚讲过说，这种东西因为在测度底下，所以你必须用一个 equivalent class 来看这件事情。OK， 那这个东西呢，你给你一个 set 的话，你会对应的一个 major， 它所因为你知道这个 HN theta 事实上就是，假设两 A 里面这个测它到底有多少电荷量的时候，就 theta x 对 dN 这个积分。OK， 那如果是对于全部东西的做积分的时候，那你就会所谓的 mass 就是说你这全部到底有多少电荷。OK， 那还有另外就是说，你这个 object， 你现在有一个电荷分布，那假设如果做一个就是一个 mapping 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就把这个 surface 稍微变一点点的时候，那它所 mapping 过去的东西，它大概要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它事实上就是你就必须用你的 error formula， 你可以找出所对应的这个 multiplicity。OK， 好，这个跳过去。好，那所以在 variable 我讲就是说，之后你可以讲说 first variation， 还有就是说还有 generalized mean curvature， 那还有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上面讨论所谓的 Poincaré Sobral inequality。 另外就是说这个东西假设如果你刚才一些就是如果是 P 大于 N 的时候呢，你可以保证就是说刚那样的一个东西事实上可能甚至够好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够好的一个 surface， 这是 C1 某种 C1 alpha 的一种 surface。 OK， 那现在讲 current， current 的话事实上就是
一开始的几何测度论出现的 object， 刚 variable 事实上还比较晚出现。那什么是 current 呢？ current 的话，事实上就是DN 事实上是所有的 smooth differential form with compact support。那它的这个写下来就长这个样子 ，A alpha 这是属于 smooth function with compact support 的 function。它这个 D， 我假设大家先知道 differential form 啊，对，因为我没办法从头开始讲。那它 current 定义成就是说这种东西的这个dual space 就是所有的 continuous linear functional 在这个 space 上面，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假设如果你是 zero current 的时候，它事实上就 distribution， OK。那它这个东西要模拟什么东西？它是要模拟的就是 n dimension 的 orientable 的 submanifold， OK。那同样的就是说，我可以在那个 current 上面，我假设我真的给一个 m， 就是一个 orientable 的一个submanifold 的时候，我可以定义它所对应的 current， 事实上就这个东西。那假设这个东西呢，假设如果你写成是一般的微分几何的东西，事实上就是 integration， 就是 omega 这个是 differential form， 所以这个 differential form 在 m 上面的积分。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一个 differential form 在什么东西上面做积分，事实上某个深度就是一个 function 哦，对不对？所以假设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好的一个 surface 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做就是在一个就是一个 differential form 上面的一种 functional。所以我这样定义出来的这个current 呢，它事实上是 generalize 那个原本的这个 surface， 你包含了某种东西比原本的 surface 更大。OK， 那我要在上面定义某种 topology， 让我可以做直接法的操作。OK， 那直接法在上面可以操作的时候，我返回来要问，就是说，在那样的这个 setting 底下的比较 weak topology， 我在这个 current 底下所收敛到 minimizing current， 它是不是就是真的的 surface？ OK， 所以这个几何测度论基本上就类似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架构底下讨论事情。OK， 那另外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怎么要去定义？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这个 current 呢，你可以把它想象就是某种 generalized 的一个 surface。那你既然有一个 generalized surface， 你怎么去定义一个就是 boundary 一个 operation？ 我们 Stoke 定理知道就是说它的这个 d omega 呢，事实上就是在 boundary 上面的积分。OK， 所以我利用这样的一个想法，再用test 就是去引进这个 boundary operation。事实上就是你一个随便给你一个 n current。那它的这个 boundary operation 呢，事实上就是 partial t omega 等于 t d omega， OK， 就这样的一个 object。那这个 object 可能非常的抽象，它可能不见得真的是一个 boundary， OK。但是假设如果它是真的一个好的一个 surface， 它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就是你的 boundary， OK。那你这个partial t 的话，它就会是假设如果 t 是n current 的话 ，partial t 就是 n minus one current， OK。那你可以在上面定义它的 mass。那还有就是，你随便给你一个 current 的时候，你一定可以存在一个 corresponding 它一个 Radon measure。这是根据我们刚才开始讲的 risk representation 定理，你可以得到这件事情。而那个 measure 我们就叫做 total variation 的 measure。OK， 那你在这个架构底下，我们很容易会得到说 low semi continuous， 就是说如果 TK 是一个 weakly converge 到 T， 就这件事情，那它一个因为把那阿拉古定就是你根据这 weak convergence 的定理，这件事情很容易是对的。另外还有把那阿拉古定理就跟你讲说，你这个你 T 在这个 current 里面一定会存在一个 converge subsequence， weakly converge in distribution sense， in current sense， OK。 那另外的话，我刚才因为这个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是收敛，可是问题是它是不是真的收敛到某种 surface 可能不够好，所以呢，它这边事实上还有一个定理讲说，因为你这个东西原本假设如果是 integer multiplicity， 你不一定收敛到 integer multiplicity， 那但是如果你对它的 boundary 有一些估计的话，就是说你有 control 的时候，你可以保证这些它一定会收敛到某种integer multiplicity 的 current， OK。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具体例子就是说所谓的 BP function， 你 BP function 事实上可以看作是n dimensional 的 current， 什么？这讲完就没了。对，好，那 OK， 对，所以我如果 theta 是属于 L1 locally 的时候，那我对，你它所对应的这个 differential 就是它的
current 就是写成是这个形式。那它的 mass 的话，这个是 boundary 的话，那如果我们考虑它这个 boundary， 就是说这个东西所对应的这个 boundary operation， 这东西所对应的 boundary operation， 你发觉就是乘 theta 乘上 divergent a， 而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事实上，你看它的如果这个是 boundary 的时候呢，事实上就是说它 theta 就是 BP function， 因为 BP function 定义事实上就是这个东西是帮，就是高维的一个 BP function 是这样定义的。那所以呢，有一个定理就讲说，如果 t 属于这个东西，而且是 n t 还有它的这 boundary 是小于无穷大的时候，你这个 t 呢，事实上就会存在某种 BP function， 使得这 t 等于这 t theta。OK， 那我举一个例子，就如果 theta 你事实上是两个 piece 的 smooth 函数好了，一个在 U1 它是 smooth，U2 是 smooth， 它中间有一个 interface， 那它 interface 这个就等于零的话，我们去算它这个 total mass 这个的 boundary 的 total mass， 你会发觉它事实上就会变成是它的 gradient theta 的 L1 norm 加上它 interface 的这个 area 加起来。OK， 所以你这个 mass 事实上就会变成是 traditional 的 L1 norm 加上这个它的 interface 的大小。OK， 那我现在列出就是说几何测度论我所知道的一些 reference。那第一个在 classical 的这个几何测度论的书，那但是入门从这本开始读的时候会非常的痛苦。对，这个 better 你可以试试看，但是我完全不建议。对。那 Leon Simon 的话是相对比较好读的一本书，他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当初这本书引进之后，那就开始比较多人了解什么几何测度论到底在干什么。那还有Evans Gerlache 他的这个 Major Theory and Fine Property of Function， 他就讲比较多Sobler 函数、BP function， 还有一些 error formula。还有 Frank Morgan 他有一个从比较一个 global view 的方式来介绍这件事情。还有就是Hart 跟这个 Simon 他们的一个 seminar 的 lecture note。OK， 还有 Juicy 讲 minimal surface 跟 function of boundary variation， 还有林邦华跟杨小平他们也写了一本这个 Geometry Major Theory 的书，还有 Zimmer 他写了一个就是 Weakly Differentiable Function， 还有 Almagren 他写了一本就很小很小的一个很薄的一个 Partial Problem 的介绍的一个书，他主要是介绍这个 Barrel 的 Geometry。还有比较近代的话，就 Ambrosio Fusco 跟 Perella 他们写的就前面一部分还有介绍这什么 GMT， 对，在这个是后面讲的话就是讲一些影像的一些东西。还有Matila， 这我可能拼错了，对，他写了一个 Geometry of Set of Measure in Euclidean Space， 他这里面介绍一些 fractal 跟 rectifiability。 还有 Giaquanta 他写的这个Matila 还这么写了一个就 Cartesian Current， 他有很大一个篇幅讲几何测度论。还有 Mahy 这是比较新的书，这 Set of Finite Parameter and Geometry Variation Problem， 还有 Steve Quince 还有这个 Park， and 他写了一个 Geometry Integration Theory。 对，好，谢谢大家。除了这个因为谢老师的专长是在方程方面啊，所以从方程的 point of view 来介绍这个几何测度论。那等一下林俊杰老师可能会比较在就是从几何的观点来看。那这个背景知识呢，今天就是谢老师都有介绍了，背景知识我们明天早上还会再讲。好，那刚刚的那个就是
the first variation formula, area formula 和 area formula， 从明天下午的 seminar 就会开始讲哈。所以我们后面的题材其实是 seminar 当中，就是说要逐渐的去熟悉，而且除了 seminar， 我们正式的课程其实从头开始讲。所以就是说，同学其实就希望这个过程，就透过一层一层，然后能够协助同学的那个就是说的掌握。那现在有没有很快的问题？或者其实我们可以也可以，就是因为谢老师也在这儿，那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询问谢老师。而且你的投影片可以让我们放在网络上嘛，哈。所以投影片放在网络上面，那我们在看后面的内容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参考一下。OK， 好，那我们再一次谢谢谢老师。那我想就是让大家可能休息一个五分钟。我们不是还没上个洗手间，因为我们等他就不是在讲课，我们等他讨论一下三点的安排，好。所以五分钟到十分钟，你就回来谈说这里面怎么安排。